深藏。放牧着水处，养牧家己那，养牧家己那，家己那为名呀，看海无半拢感谢。红头猪走四方，海水是你自路枪，吹你不免死，有我家己人，家己人。时时路经辉煌，一大节路量坦坦，生死也藏威严，陪我家己人。着山拢家己人，青山远足力量。想要到南岗着山人。家己人，家己人，着山人，着山人，家己人，着山人，家己人。你阿姐啊？你个这个大男，你听我打。爸妈，你想了过年来走行？我就是一个红红小件的人，也不是阿爸阿妈无个大宝囝，我是来做走行的。人王来就来，我做一个只管茶杯又饮酒粗茶的家庭妇女，也莫去涉足商量。麦董事长啊，总经理啊，麦大企业风光无限。自出门，我拢在陪娘来。大伙，从马这开始，我就老老实实来去阿爸公司个做阿爸的助理。你哎，仔、欸、啊，你听我打呐！哎、欸，仔，仔啊，这，阿仔今次该是做你多多。先生啊，其实也莫那王传王阿仔，伊是唔应该发只脾气，是呾乐莫也着你个人，伊做你来发一点脾气。是啊，假是我处理也不当，我唔应该生去出来争遐，应该，所以回来找阿仔问下意见。其实这只是导火线。遐早阵阿仔上交袂去久啊久个，哎，你不是听无？上交袂偌久个？伊那是落哪一家的？其实伊某个落哪落落在无？伊认为呾乐家心肝较过大，过袂两少已经长期个基础。你看，家项目正好，乐大辈爱做辈，就安那到白羊尾阵个哦，白一届高调一届，白一届高调一届。就是这样生，伊才成为咱了心肝较过大、较过冲动，才会当营养部才好一治过。重生啊，你做好许个项目不用改，将这公司卖到稀火，如今不用改。你是唔知呾？阿姐前两三个月去到你去拜个上班时，欢喜到倒唔对，伊觉得呾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都非常美好。你回来到度一句话，就将伊最喜欢的物件拢改指正去，无过伊有情绪。是我较过大意啊！唔知恁只个老囝该怎样想的？其实你卖哪知，就是我，我个内心也都怀疑你这样决定。南庄伫这个项目，伊如何如何特色，如何有吸引力，伊个利润足足高。遐当将伊潜在个危机也足足大，是呾一个危机对你个项目来呾都离远死，你完全可以利用伊再赚个一撮嘛。听到许只只呾，有真正个对手，市场爆发无利可图后，你再来想办法都还袂较慢。到时个你都已经赚了呾，你做你眼看着这种爱做赚个项目，免袂了啊。这个我遐项目
为什么猫就卖掉？我自早打了非常清楚了，我不想再打了。我还想到，我整个小娃做阿姐个思想工作，自从听到这个答案，我……遐上西单，阿姐个建议也好，我个看法也好，你拢免考虑啊。我会考虑，是当考虑问题有我家己角度。你咩角度啊？无非是时间甲空间嘛。你再当具体者。就是大气力啊、强气力啊、小效能力啊、甲多效能力啊。好好好，你当想爱做呢，爱就做呢。细汉你见咩，敢有教我嘛？呀，我未倒讲。这个，伊啊，你先走，我出来去行街。无爱找你行街啊？呀，伊啊。我发现呾你生气天时啊，比你无生气天时生好教的啦。讲，你可是将个牌子讲因去我高头，还作死的？哦，有回事吗？遐你就是只是懊恼咯，我就是懊恼，真的。你无惊黑走呀？走是走的，连惊你娘。就是走啦，上好啊，去了卖等啦。真心话，我良心目大为什么话？明啊，遐伊真实也是走去，你袂后悔啊？后悔？我真正是后悔过。啊，呀，没有。因为我心当作有笑，未够有笑无笑。皇帝定哪所呾，计无机会个。不过今日做事发现呾，毋是无机会啊，是机会好大。咩机会？甲重生恋爱个机会啊！只说定哪所呾，伊爱了，乐爱伊。我摩擦安尼铃铛，不过这个台来，你都袂爱伊，也袂多付伊，一落个机会冇准来哦。你敢？怎唔敢？你个不是头一个白话嘿？刚开始梦想无开个时，我咪个唔敢来。遐个集中啊，怎么也去吹？慢慢去吹哈，还恁爱做呢，就去做呢，莫那么来我面头再后悔。哎，唔要紧张，这事做好紧张，好好规划。你无干的单，我个思想个世界，甲重新换了下盘的，上减比你先卡伊啊，你咩意思？莫哩。我是觉得呾阿重生这个人啊，腿要深，腿要远，伊个店抄着伊个门票，轰轰叫做去个。要乐啊，但腿了硬嘴滴个小李，变我那撮好事。哼，乐啊，样样对唔着伊个步伐哦。乐家个呀，就个地卡子妞。你怎个地卡子妞？哎对啊，遐重生对公司个项目按合理个价格卖去国家，又无冒出暴利，这个无看爱国，你努力来黄赌，你叫什么星座啊？
啊，小小，你跟我上岗上线，一下门顶无好滴啊！你都在退伍啊？哈！从我该思想上、世界上、行动上，确实做更适合重生啊！亚乐，集中这个锤，要令老人爱克的狗，只克的狗，想好啊，加一死人，我同意噶。大可，我应啊。啊！这自己做面啊，真是鬼好食。唔免说面好食啊，是你在搞哈大垃圾。这家真也是够有病。做你拢好，都无人能去顾你，我会是我第一年来打。今麦啊，小小，要去休息一下。哎，啊，小小落单位里的，卖开嘴听事，知知？再开嘴啊，该背书过啊，白知？伊去做啥啊？知？我告我知啊，今麦就讲麦革命。我你个对小小好笑哩，性格又开朗，做人又直，你也知啊？好高的咯！哎，英啊，你个意思啊？我就是这意思哩。地点对重生好，我就是在地点好。这啊，我也在个意思啊。是当真，我对营养有个兴趣。自细就对哩。你睇，我都着勇敢路脚，你看目眶红红。无咪解，理解就好。咱所处的位置啊，就决定咱的眼界；咱每秒的关系啊，就决定每秒的情绪。你今麦啊，所以去找阿真央，我甲英啊，就觉得是对的。啊，你有一撮人就觉得呾大错特错，这个呀，袂奇怪。阿姨，当然对。就甲你袂开去行目这件事没有？我话计是大真相，我听知个，听落教也是错个叫。本来按照人个关系，你应该是着先找我参详一对哩。我无好想你触目相测，这个行目好背啊，莫爱背就会知，阿姐。哎呀，十个打包九个粗心，尤其跟我来结识，如何联系？那这件事，确实是好紧张啊。妈子就得来你哦。哦，你是会做紧张啊？哎呀，就是好紧张，阿无我袂紧张，还要赶回来嘛。这种啊，阿仔对这个事接受非常大，按这个总经理来处理公司个事，佮几乎无可能个。好的，阿小小回来哦。咪啊，遐你做么生意？佮阿仔做思想工作啊？无时间哦。其中啊，伊对公司甲工厂的情况啊，还不如小小熟悉。嗯，迄个做，我惊到出差错。哎，你也是这样个妹，当然你人生莫意外成道。要到时啊，掠你去夸大个五年，你就再惨。五年就五年嘞，五年后结婚，莫也甲林志忠白大条。哈哈哈！哈，你真是好想开啊！重生啊，阿姨啊，袂太大难，我就是很小的一个点，抬着客家啊，就敢敢去做，摆得一只困难，摆得一只坚强，最终啊，你就会实现啊。伊啊，在下了，老子几个啊，拢是有敢吸够无情无强的力量啊。打到这神气，
啊，我哩搬过来。平兄，那我甲小小的同心就着搬来开起公司哇，公司甲境内甲境外部分啊，就着了创立以后哇。好，无问题。嗯。喂。哦，嗯，好，好，我即时来去。我最终有点点不及时就来去。哦。哦。喂，小小，哎，即时跟我迎接老爷一拍，感激情薄。嗯，再见，拜拜。伊啊，这就是我大个感激情薄，我啊就早在来去做一刷个指挥部个，听我个好消息。嗯。来客，好好好，来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好好。嘿，买啥子新米麦吃到没声呀？新米麦不会忙，真实是会胖。你有几种鞋对公司的啊？是嘞，是那话，当然真实。伊莫那，今仔在阿拉公司上班。哎呀，这只牛囝！伊昨暝是心情无都闹脾气，还你说当作真个吃。卖去管伊真啊是假，咱都瞄着关心伊，咱就只个走遐尔啦。哎呀，这鬼灵看到戏灵人，伊昨暝发脾气是因底啊重生，所以只个问对呢，我是着当啊重生家己去改过去。重生这个臭逼！就念念啊，买个只心回来就来事，再想不？伊说是摆大事的人，是呾咱们阿姐发脾气，伊一句话也无答，了做伊受了惊，迄好像我有加小小做去。遐小小去了也做拢无当。嗯。究竟伊人家都卖咩个呢？卖汤咩？哎呀，这种老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在问什么。哎呀，没事，没事。嘿嘿，谁啊？来去上班了吗？嗯，哈，你讲完没？我来去遐烧。哦，妈，我买只。你说你好买只。啊，谁啊？你明仔今日来公司上班啊？了，咱们啊重新出去了，恁无再联系哈。了啊，小小呢？哦，小小当早我有要拍电。哦。伊昨暝到尾弄到会计公司，啊重新也都有。了，这种。我来去会计公司要谈。那他做得去。爸妈，我生出来。嗯。嗯。爸爸，就家己去找个姐，快走。嗯。姐。哎，回来了啊。嗯。快到工啊。买我油麻汤去了酸汁，了等阿仔回来，我才来去查一下。哎呀，仔有带回来吃咯？应该有吧？他又不是有给你打电话吗？伊无打电话给我，我也拍伊个电话，关机。你话重生啊？重生啊，没有，拢关机。嘿，怕小小，硬好无道理啊！小小也关机嘞。我无小小的电话。无听，好时阵呢，也是关机。啊，他搞咩鬼呢？遐伊人家开机公司，到时出事哦。公司要出咩事呢？咩事我做唔清楚，应该哈唔是小事。遐无就先，我来去人家公司个团，你来就来，等我个消息。明明等，我是做哈去你大咩事，我头边无证，我甲你再来去。好，行，来。
你那公司不是拢食食拢假烧吗？阿姐爱食烧，阿姐。嗯。前母，你确实很骁勇。是啊，我就是啊。不好意思，很重打搅你。那就是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姓花传听。是，我姓李。哦，李大姐，来，请，走走走。来来来，李大姐，请。好，来。走。李大姐，哎，干么事哦？上去派我来保护你个外川。该出咩事吼？保护？那是怎呢？我知到情报，有不法分子爱对阿吴春生个会计公司，甲伊性命能落手。你了阿贤仔甲小小啊？只要你放心，贤仔甲苏小小已经落我个保护下，袂做你个。遐阵呢？你哪家己整啊？我做当时拢落只副警告。只要有密室发生，伊人即死就会出现。今日就我甲恁来一个食单，听阿吴春生伊人全部人拢转来，惊事就过去了。兄弟，卖紧张，有王多少，无密室啊。在下在下。莫让你落去，你食单如念如好。哦，台币个有啊。小家乡，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谁？我来等阿英啊，来等我怎样？我对着等阿你，惊亏哦。从再明开始，我们来就不好冷眼。阿姐啊，也是你非常清楚，你也千万退掉。可是啊，你想做你花生去？你也是，我不清楚都跟我无关系。你昨天去买人家，你买唔到哇？姐啊，你买单还唔好说放掉呐？系啊，我系明村客帅，再明你怎走？我家己当人伊，咁唔走就舒服咯。哦，怎啊？阿顺生哥以前咧叫我去，我真是唔知该做咩啦，我唔知该也叫我去做咩，无跟我打。哎呀，怎你小声啊？那真是快拿我米捞落来呐，我无捞过。小声啊！真啊，你唔小声，我发誓，我那是有骗了，我是天打五雷轰。哎，怎啊？我好正面啊，我现咩叫阿小小去啊？我错无该，小小等等爱去做咩啊？那是我打假啊！我呀，真乱了，小声了，真个。嗯，好啊。一退了，搞我没有，不可能中农，也不可能升职嘛，红奖，就怪个了不打。嗯，我感觉该同病相怜啊。你不要让我告诉你什么情况是吗？我就是看不上你高兴，麦当劳那贵了。你要跟你讲麦当劳那个那黑老面哈，害我连毛手指使用的呢。哥啊，你阿仔叫我可以来伊，你有话讲的我该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呢，我硬好莫帮掉我哥啊，再见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你要你做一下小小啊？嗯哼，你对我，你有我对阿仔，仔啊，做一下你收留我兄妹囝好诶。嗯，乐，把你想来做好呢。恁回来了，谁啊？妈，呀，爸。哦，恁回来。回来坐好，回来坐好。哎，李大姐，也是乖乖掉，乖坐下了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
老幺同在手能修队，莫飘落忙。行总，遐我就上来去，做下来好待。客气客气，那做该嘛。明明。等等等，出点心之后，食了再去。明明明，我着慢慢等来去单位个汇报。大家人请。好，大家快请快请。也好啊。来来来来，坐当坐坐当坐。好好好。惊死我！哎，重生啊！打机有更加是做呢，每到惊死这么多啊！这个，我想两单位开了好不？你去遐。我也无开了好单位哦，这样，你家一个去打。不过，家家都退老只白病，是哪只狗病死落来？我算是拢退清楚。你好，有病退老家？我跟你阿妈大招那个黄老个麦嘛，你阿妈欢喜惊到连咳咳咚咚个，但究竟该是做呢？我到时阵个心肝头我崩崩震，他到底该是咩事呢？我是袂个肯起死去啊！肯起死？咩意思？三明治，我阿老少娘大，伊能老难下无食，我是慢慢来去公司，你话走我退了咩解无？哎，退了咩解？咩解农保啊？好咩？伊人老难搞咩保回来？莫该做事趁快去公司去干项目，该变卖掉。哎下趁公司啊项目全部收割，核心技术资料甲专业嘅设备拢该扬眉再走。哼，你阿妈公司从来看看。呵呵呵，遐你是个公司总经理。莫就成了一个空壳总经理，是呐？迄日阵你无妹妹回来，停下警察来啊！我算是只想那妹妹回来，是那说我从听来恁呾公司已经进入戒严的状态。公司啊，情何止无处，一下无甲外口联系，一下叫我呾来许个台好戏。台好戏，台咩好戏啊？对许公司个监控视频啊，全部拢睇着，可是惊死人啊！人嘿，遐情况在先哦。三咩半咩，公司两日去七百人，工作无开，一批就两日去无人食，一批啊就两日去工厂，两日去工厂去批麦啊，他即时就换装再约。啊，再过就先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，可是好刺激啊！刚刚看电影也未哦，是那这样画面，为了短几十秒尔，只撮人啊，全部拢无留，一届一届拢给人掠起来。遐只讲咱个是顶外特工，自从咱这项目啊成功的消息被泄露出去之后，好多人投选咱这个项目，只撮人啊，爱抢咱个，亏人成鬼。当时要找回来先刷基地，是呾，伊人将一间来着，就去我床听个人讲功课。重生啊，我终于会知呐，你做孽把项目并袂掉啊，办事会果断，好，真实是好。这个，其实啊，我早就有一种想法，我会知呾一个项目啊。对工工民营的技术界重要意义，所以这个项目交给国家球队，比起到哪个球队，如今有总经，如今外窗，哇，就可以帮了身边人了。这样，哈你就唔讲话啊，重生哦，实际是为了着想，为我着想，这一点我算是袂否认。直到走尾，看到许个场面后，我一个啊，就拢明白了。是呐，我某个公司个总经理，下个时啊，某人点那上关心个人，伊有这种想法，伊无好甲我参详，上无无好好甲我头脑顶个放声。唉，这个项目啊，我听上侪个，就是要轻松赚大钱啊。麦菜土无凉啊！一下打到有影有食，但系当作骗来，来送客我。
但是好啊，你也没大妹子妹，没有感激，我想跟你说的朋友。怎样？这件事，我想要跟你道歉，对不住。我也知道，我对待那么多人的关系久，有错事处理也不当。大家好，弄大刀白费。小小，呀，这，这子女囝去往平时个养老店。他子女囝就是着这些养老。大农阿姐，吃了休息好呢。哎，陪咩家吃来啊？行行行。今日这次咩啊，无就立大功无？无呐，这应该是个集体立功吧。哎、嗯，不过这次咩功劳上大个啊，应该是个春生。嗯，啥时阵呢？哦，遐是从头做个两人啊，出动也好啵。是呐，因为伊对这个项目个情况啊，吼公司啊、工厂啊，拢比较熟悉，所以伊参与了一正头行动方案个指定，而且都来对啊。起家一家非常重要的责任，你唔知啊？这次嘛真是好精彩，伊就双眼直焦，满天归海，对于公司个接触资料啊、设备啊，介绍大家出货，两秒就交半国家个有关部门，然后就用空声个有的亲戚砸面卖好，对于接触入公司啊、入工厂啊。包括到外口咯，自然啊，接触定金，直猛打钱，哇，直狂扣直慌，啲囝拢无粗陋啊！哇，够强！你啊，这个啊，就是两番改，就喜欢我领导啊，对于俄罗的子啊。哎，你啊，熊仔，工厂甲公司无拢空啊，你做咩无拢无事？啊，重生是啥物啊？你啊，公司也大。高片生疏行嘛，需要高片钢筋，就要帮人咯。哎，伊拢白比的哦，就做帮康也十一半个月啊，我爽爽着。哦，要打也死呀，打死呀。哦，杨平啊，哎，你家重新打，我明天回来休息两三日。公司啊，我创部的工作，我负责。啊？哦，你听这个袂得。听了。